嘿呦 ，What's up？ 大家好，我是佑哥。那今天呢是没有什么多刺激的比赛，也没有想要来教大家什么东西。今天呢就纯粹啊要来探讨一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当然不是什么最近的瓜啦，我们也不谈那种吵架的事情，我们就今天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啊。我相信大家最近玩这个黑子篮球啊，一定有跟我一样遇到这个 bug。我有在社群那边看到人家跟我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呢还蛮严重的，我个人觉得会大大影响到我们的游戏体验啊，会影响到我们抢不到篮板啊，会影响到我们很难去主攻对方啊，这个就真的是消失的篮球啊。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我们一样，就是在打这一半的时候，大概打了一分钟左右，突然间啊，在这个攻框篮筐的位置这里啊，会突然间会，反正你去到那个位置，球在那边也会消失，你的人去灌篮也会消失，反正就是很难看得了，就会大大影响我们去抢篮板之类的。那其实这个 bug 应该也是存在好几天啦，所以我就想说借用我的这个有小小流量的频道来说一说这件事情，如果大家也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希望啊官方能看到我这个视频，然后及时去修复掉这一个 bug， 因为毕竟明天更新这个 NBA 啊也是没有维护嘛，所以我不晓得他会不会把这个 bug 改掉啊，不然的话真的是太影响游戏了。我看到有些人说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bug 所以抢不到篮板，然后还疯狂被队友喷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好了，所以我希望官方快点修掉这一个 bug， 真的是太麻烦了，我个人觉得。来看我现在打的这一局，打了一分钟多，这个 bug 就要开始了。那我们看这一次是传球到这个绿箭手上一个投篮，你看到吗？刚刚差不多进球的时候，那个球就开始消失了。其实这个 bug 啊就已经要开始了，就是我们这种抢篮板啊，或者是去做主攻的这个噩梦啊。你看我投的这一球也是消失的哦，到篮筐的时候它就已经消失了，这个 bug 就已经要开始，但还没有到很严重，我们继续慢慢看下去。来这里绿箭顶头一颗，你看到吗？看到吗？你看到吗？啊，刚刚那个紫圆跳起来的时候是会消失的，整个半身。这个球你看弹的时候还不太看得到那个篮板的落点，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太影响这个抢篮板了。你看，完全是抢不到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bug 能不能快点改掉啊？因为就算你实力再强，有这样子的 bug， 你真的是也很难去盖。就像我刚刚用这个二段灌篮啊，我二段的时候，我的上半身也是消失的。原本我们是可以透过看这个火神的握着那个球的时候去判断盖他的二点，但是因为有这个 bug， 就看不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影响游戏体验的哈。来看这一球，我直接定格给你们看。你看这个大饼跳在空中的时候，是整个上半身不见了。原本我们是能判断这个大饼差不多跳到最高点的时候，我们再跳起来去做主攻嘛。但它整个上半身不见了，那我们要怎么判断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 bug 真的是，我希望官方快点改掉了哈。来，我们继续看下去后面这个比赛啊，这里一个大招被我们的深山盖了下来。好，我自己拿球直接去一个餐饮突破加二段灌篮，看到吗？我跳起来的时候我的头都不见了，真的是消失的篮球啊，真的是全部人都跟黑子一样会消失嘛。然后来看这个绿箭传球给赤丝，这里晃一下，到底谁会进攻呢？不知道，不知道。然后你看，这个刚刚那个紫圆跳起来的时候，原本我们是可以看他差不多跳到最高点的时候，我们去做主攻嘛。他这样消失的话，我们到底是要怎样看呢？好，我们的深山投进了一颗三分，好球！对方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心情打了，看上去。然后这里传到这个紫圆手上，不断的在互传。这里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开始放问号咯。哦，你看紫圆又去灌球了，你看跳到最高顶的时候又不见了。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啊，所以希望官方快点改掉，快点改掉，还大家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环境吧。你看，我刚刚补扣，你看到吗？来，我们稍微倒回去看一下，我把这个视频放到最慢的速度啊。你看这个球弹起来的时候，你看它消失了一下，它根本上面那边就已经消失了。然后在它坠落的时候，它还会消失一下。也就是说，你看到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那个球到底是不是可以补扣了，但我们就是随便被我蒙到这一颗补扣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大影响这种中锋啊。所以如果最近大家可能你的中锋抢不到篮板啊，或者很难盖到对方的话，千万不要气愤啊，就是可能他遇到这一个 bug 啊，所以大家自己看好来啦哈，希望官方快点早日的改掉这一个 bug 啊。
好，我们竟然打到这么迟了，我们就继续的看完这一场比赛吧。剩下一分钟，这里我突破了一下，传给深山，然后这里进去兰迪，直接一个二段灌篮，灌下这个两分，好机会了。现在轮到对方进攻，我们领先五分。这里刺丝把我晃倒，传到这个绿箭手上，没有要进攻吗？好，这里刺丝一个两段突破被撞停，超这里支援一个灌篮没灌进，然后自投自强被我们大屏闪了下来。来看这里这个绿箭一个顶头没进，我还是抢不下这个篮板。你看，你看，你看，这个他的双臂暴扣我也干不了他几次，跳到最高啊，完全找不到那个锅点在哪，真的是太惨了这个 bug。 然后我这里一个突破顶头球没有进，看我连球有进没有进我都不知道，还好大屏抢下来了。哎，他到那个篮筐的时候，他自然那个球会消失，他就是那个篮筐的那一侧，他大概有个长方形吧，世界是就是所有东西到那边都会变消失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了，我也不晓得是什么问题，希望这个官方的这个工程师快点看到，然后去改掉啊，真的是超麻烦啊，太影响我打排位啦。你看我这里抢一个篮板没抢到，对方补扣拿下这一颗两分，19-19，剩下13秒，到底会是谁赢呢？我这里直接一个灌篮，先拿下两分再说。像我们是领先两分，剩下11秒，对方将进攻呢，传传传互传，这绿箭一个顶头没进，对，紫源继续抢下这一个篮板，这是一个晃倒我被撞停，时间到，比赛结束。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纯粹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可能可以借助我这个频道的小小的流量，可能官方会看到，我也不知道，不晓得，如果会的话是最好，如果不会的话也没有办法，只能等他们自己去发掘，然后去修掉这一个 bug 这样子啦。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啊，废话不多说啦，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吧，拜拜，再见。